进来，叶主任。哦，是张宁啊。来，来坐会儿。主任在看书啊。闷得慌，随便翻翻。你看看，你看呢，很美的。 我最喜欢看年轻女人的裸体。有部电影叫《裸体天堂》，我和老虎看了。哎呀，那个感觉呀，真是不错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乳房，我喜欢馒头型的，能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搏动和少女的青春。 张宁，把上衣脱了。叶主任，我这里有一台进口的仪器。主任，我已经在301医院检查过了。脱吧，我要亲自看看。 很好，是馒头型的。张宁，老虎有没有欺负过你呀？哎，你们两个的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跟当初一样。 我们见面次数不多，是革命的同志关系。革命同志关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是纯洁呀！<笑>是真的，<笑>张宁，我对你说，老虎的工作很忙。 可是他是喜欢你的，感情这东西就是怪。当初啊，他不愿意和你见面，现在见了面又丢不开。啊，想当年我和林副主席谈恋爱的时候，可没你们这么自在。去散步，后头还有两个大兵跟着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对我要求可严了。 老虎就不一样了，他对你比对我还有感情，给你倒水，跟你说悄悄话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和林副主席商量过了。
准备让你去学医。让我学医？搞艺术当然不错，但是现在你身份不同了，中央首长的夫人都是搞医务工作的。张宁，前途无量啊，千万不要辜负我和首长的一片心意。好，明天就到301医院学习。